面对面不说真话，过去的模样都让不想要把承诺践踏，谁说我不敢黑吃黑白计划，看自己孤单落单不简单，还需要假装不再爱他，不该糟蹋，哦，心碎心酸心牵挂，既然爱好随他靠近我，准备好代价，反正眼泪里面肯定够洒，离开我痛那一刹那，再想变卦不能再爱他，哦，苦苦挣扎，哦，心碎心酸心牵挂，是真的陪伴，要我怎么再回答，劝你爱上谁他，要我怎么再回答，骂的人，你没有看到那一张狗脸吗？你未免太夸张了吧，小姐，我看我们之间呢是有点误会，我们是有必要好好的谈谈吧。抬你妈的头啊！王八蛋！那个沈静博迟早被他砍死了，搞错，平常看你骂人挺威风的嘛，再给人家吓一吓，哎呀脚在发抖啊，大白天拿把刀来砍人不怕才怪，哦，你怕找个地方搬咯，你说的真容易啊，哪里可以找到这样便宜的屋子来住，何必那么省哦，我省棺材本呢，啊，我的10块呢，啊，你又说好运到，好运没到，算运一大堆，不然为什么我会遇到那个陈静国呢？妈，你拿椅子干嘛呀？哎呀，你把年纪了，爬高还去干嘛？小心待会儿跌下来。喂，小兰，我拿钱给你。什么？哎呀，多龙啊！我说拿钱给你。哦，不用了，妈，你的棺材本我不要了。来来，想一想。跟你说，你这样混下去是没出息的。现在每个人都学电脑，你给我去学。什么电脑？哪里是我这种人学的嘛？啊，你是猪脑，人家能学，你不能学。我跟你说，现在的社会，每个人都要一张文凭，没有文凭找不到饭吃的，你懂不懂？下来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行了，你拉着我干什么？那些钱啊，是你辛辛苦苦赚回来的哦，里面啊是有血有汗的，来，坐下来。我知
道是你一番好意了啊，我当你儿子了，怎么忍心跟拿你钱呢？啊，你什么时候变成那么会想啊？啊，你从小我就叫你好好读书，没听我的话，不然现在上大学了，难道你要靠赌马进过日子？昨天你输了10块，你不心痛？等你输了1000块，看你痛不痛？等你发现我捡了3000块，更痛啊！你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，哎，电脑，我这就去找那电脑学校啊，来不及。这样快去什么？一定有古怪。哎，一毛两毛三毛四毛，哎，等一下，谢了。变了，蒋变。最近啊，我穷到脱裤子啊，能不能帮我赢点钱啊？你们喂他吃辣椒啊？哦，你给点反应嘛。哎，哦。够帅了，吃东西都那么不安。前边啊！水啊，给我拿水来啊！谢谢。这里面是什么水啊？汽水。小心点啊，随时拿刀砍人的。神经病的。哎，吃面啊。小姐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谈一谈啊？啊，你想谈什么？王八蛋啊！汽水是拿给人喝的哦，不是拿给鱼喝的哦，这点你该承认吧？你神经病啊！汽水怎么可以用来养鱼？原来你挺正常的啊！应该知道了，你刚才那杯汽水啊，害死我那条宝贝鱼。而那条鱼呢，是我花了好几千块叫朋友从泰国买回来的，是我的发财鱼。是吗？我呢靠他赚了不少钱，现在给你害死了，你说你是不是应该负点责任啊？那你觉得我应该负起怎么样的责任？哼，我告诉你，我那条鱼每次出赛都可以替我赢个18000的。那当然我不会叫你还这么多了啊，对你来讲很不公平嘛。那你说我应该还多少钱呢？举意思意思，就3000块吧。3000块，3000块我没有，3个字你要不要？去死吧！看你长得大头大马的，像个小孩子一样，那打架就去骗钱的。小朋友有本事的话，拿10万8万去赌场赌，不要在这里骗女人的钱呐！王八蛋！踩够了没有啊？刚搬来不好好打听打听，我陈冠军是这里的赌王啊，知不知道？什么叫赌？赌有108000种，大赌能赌，小赌也能赌的人才是赌坛的好手。你这个女人怎么叫赌，懂不懂？你是赌王是吗？
十万八千种是吗？好，我问你，桌子上的这盘面可不可以赌？面是拿来吃的，不是拿来赌的。你妈妈没教你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连赌徒两个字都不配，不要说什么赌王啊，一个好赌的人什么都可以赌，连你穿什么颜色的内裤都可以赌啊。我今天穿什么颜色？白色。我今天穿什么颜色？刚才啊，你在抓鱼的时候春光乍泄了。啊，真看不出你年纪轻轻啊，却这么色。不好，三万，我今天给他占便宜了。占你便宜，我还怕我的眼睛生东西呢。怎么样？筷子上有几条面？怎么？不敢赌啊？什么叫不敢啊？几条？那就十条啊。那就十二条吧。十五条。喂，赌王有像你这样的吗？十五条。好，本小姐说十八条。如果我输了，我给你三千。你输了，你给我什么？我就给你三千块嘛。你省省吧，我看你身上连一毛钱都没有啊。你别狗眼看人低，我告诉你，一个人要不是走投无路，也不会搞得要骗钱呢。好啦，随便啦，你输了给我打三八。什么叫做不要啊？不敢啊。杀。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第十八条，怎么样啊？滚开啦，赌王！你不是应该打我三巴掌的吗？你要我打你三巴掌，在这么多人的面前，你不怕你没有面子啊？愿赌服输啊！我说得出做得到，要不然怎么出来混呢？走开啦，我对你的脸没有兴趣啊！打你会嫌我的手脏啊！哦，现在不打我，等一下到处去跟人家讲，到时候我岂不是很没面子？谁有空到处去说你啊？滚开！你现在打不打啊？这个人哦，神经病了。四三八，说得出做不到啊？有没有大力点啊？这一巴掌当是我欠你的。神经病！迪哥，这个月的账麻烦你清给我好不好？你都叫我迪哥了，我当然会清给你。不用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啊！志文啊，你在化妆里工作，怎么皮肤一点也晒不黑啊？你可以去拍广告嘞！你真会开玩笑啊！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啊，你真的越来越漂亮啊，比电视台那个女不知道漂亮多少啊！如果你去当女明星啊，包你一定红哦。我哪有条件当明星啊？怎么没有条件呢？你啊，就像这些花朵一样啊，又芬芳又可爱。地哥，这么肉麻的话你也说得出口哦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我是跟师傅开玩笑。开玩笑的、啊，开玩笑啊，开玩笑，刘大跟迪嫂开嘛，迪嫂呢？迪嫂，喂，迪嫂啊！哎，哦，是我了，这些钱你算一算，算一算了啊。急什么急嘛？
反正我也要跟D嫂聊两句的哦。啊，D嫂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到电视台当明星哦。D嫂啊，D嫂。喂，人家要做生意的，我们走吧。哦，哎，那我们走了吧。啊，D哥。哎呀，那个死D哥啊，想占你便宜，以后他敢这样，你告诉我，把他咔嚓。那我的生意不是没得做了？那些小钱还不赚也算了吗？像我们这种小花圃，不赚小钱赚什么？你哥只是爱开玩笑。开玩笑？我说你人太善良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刚才那颗眼睛啊，一直盯着那边看，你知道吗？你呀，衣服又不扣上，什么都给人家看到了。喂，没那么夸张吧？阿进，刚才那个女人是谁啊？哎，那个女人为什么打你两巴呢？啊，你肯定是摸了人家不该摸的地方。哎，神经病，你搞我！神经病啊！干嘛这样看着我？喂，你的脸为什么红红的？哦，刚才他们两个逼我喝酒啊。还有手指印啊。哦。刚才有一只蚊子要叮我的脸，两边都有啊，叮了左边，叮右边。哦，这只蚊子可真厉害哦。喂，刚才他们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他们刚才说什么？人家怎么会无缘无故打你啊？刚才说迪哥的人是那种人，我看你啊还比他更无聊。这误会嘛啊？神经怪，一大清早发神经病，那你把菜刀追着我恨我吗？还说要砍了王主咖喱哦？不相信啊？你不相信可以问我妈的哦。偏偏呢，在小贩中心又给他碰上，又发神经病，还打了我两巴掌了。我看他怪可怜的，不就让他打喽？好了，你别越描越黑了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哦？我是说，你不需要解释个不停。我认识你这么久，难道我不懂你的为人吗？那当然了，跟你在一起这么久，什么时候动过你呀、啊？不知道的人呢、啊，还以为我有毛病啊！你不要再风言风语了。喂，你干嘛？哦，那个老混蛋说的没错，你真的很漂亮。喂，你没事吧？我来，哎呀，好像弄到屁股了我。哎，我先拿药油给你擦。听他死吧，我一巴掌，难道真的那么倒霉？我，耶！喂，你干嘛呢？你不是帮我擦吗？你这个人恶心死了，进房间自己擦啊！你的损失啊！你再这样说，我把你赶出去了。还是我妈打来，你说我不在。喂，严一啊，冠军不在这。秀文，秀文，柯纯，嘿。你不是要上大学吗？下午才回去。你早上没有课？现在是迎新周，还没有正式上学。那我给你买了一些有关你电脑的书，有空的话你自己看吧。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打电话给我。你忙你的，不必为我操心。哎，这些书多少钱啊？不用了。那怎么行呢？这些书我是在二手书局买的，很便宜的。听冠军说，你从来不跟家里要钱，读书的费用都是靠自己交补习赚来的。你的负担那么重，拿去吧。没那么惨啦，我现在呢买零件帮人家装配电脑，一架可以赚百多两百块钱。这些书啊，我还送得起。我没说你送不起，只是我不能要，拿去吧。天气热，我榨了一些红毛榴莲水，我现在拿给你喝。秀文，不用了。你赶时间吗？那倒不会。那你不喜欢喝红毛榴莲水吗？不，我还是很喜欢喝，只是。我不能白喝你的红毛榴莲水，除非你收钱。你拿我的书，我喝你的红毛榴莲水，那不是扯平了吗？好。喂，又来偷红毛榴莲水喝啊？喂，你不会穿好裤子才出来吗？怕什么？
还不是自己人？在军中啊，你问课程，大家还不是脱光一起乘凉啊？对啊，课春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是他刚才摔倒，所以进房间擦屁股。我还以为你色胆包天啊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。哦，你以为我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三个字说出口了没有？我爱你。不是跟我说，是跟秀文说。不就是哦，我向谁都说得出口，我就是跟像，不要谈这个了。喂，亚洲有没有给你写信啊？没有啊，完全没有消息。你呢？混蛋，一定是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的。不会吧？听说你修理电脑赚大钱了，是不是？什么赚大钱呢？只是够给学费罢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还不拿一个1800借我呢？知道了，1800就没有，10块8块就有。那哎，早杀了，最近啊，很穷。你们两位好朋友在聊什么？是这样的，克纯他这个人呢，虽然是一个有钱子弟，父母在外国算是有钱人啊。不过他这个人呢，是非常的自爱，从来不拿家里一分钱的。不过他有时候是未免手紧了一些啊，所以在军中常常跟我借钱嘛哈。那他今天呢是来还钱的，不过他这个10块钱是好不容易才存回来的。不过你说我哪里忍心啊收下他的钱嘛？你说是不是啊？你说是不是啊？收回去，真的不要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！我怎么可以收一个穷学生的钱嘛？你说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当然，你们都是好朋友，你是应该多帮忙克纯的。何止帮忙啊！因为克纯，我有多照顾他啊！好，克纯啊，对，你也是的，何必在外面花什么钱呢？住什么宿舍啊？希望这里有空房啊，搬来这里住还不是一样啊？这怎么行的？怎么不行啊？有空的时候还可以教秀文电脑。那晚上如果入贼的话，你这个突击队员还可以大显身手啊，对不对？其实冠青说的对，这里只有我和爷爷住，有时候晚上真的觉得有点怕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你可以住下来啊。老实说，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环境，不过总不能白住嘛，这租金是应该要给的。不用了。要的。哇，你们一人一句啊，有完没完哦，好婆嘛。总之租金呢，秀文是不会收你的，你有空呢就帮他打理打理房子啊。哎呀，电脑啊，你还可以教秀文电脑的，就当这种报答的方式还不是一样？这么说，我明天可以搬进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找你，什么事？今天的法律系新生你啊，来了一个帅哥，你猜猜他是谁？什么帅哥？没有兴趣啊。哎，不要说得太早哦，说不定你知道他是谁啊，马上想飞过去见他。真的啊？那到我倒想听一听他是何方神圣呢？哦，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克纯，真的是。中国人不懂得纪律，不懂得怎么军老军贤的心声，是不是法官的判决就是最后决定？当然啦。好，来，大法官坐堂。On，主控官练习。代被告李克纯，本席判你无罪释放。坐堂主审的是朱宇航大法官。大法官，你叫李克纯？是的，法官大人。
怎么可能呢？法官大人，我可以开始了吗？开始吧。被告李克纯屡次拒绝出席法律系迎新活动，藐视救生，不守纪律，触犯了新生守则第100条，请法官大人研判。本席判被告罪名成立。法官大人，你是不是考虑给被告一个辩护的机会？不必了。我可以知道未经审判而被判有罪的原因吗？原因是我看你不顺眼。退堂。等等，请法官大人宣判刑罚。给你的洗礼，顺便洗一洗你的锐气。Well done. Good night. Yes, sir. 宇航，虽然这是一封无法寄出去的信，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仿佛是在跟你说话一样。这里的训练很辛苦，每天12点才可以上床，凌晨4点就要起来开始一天的训练。我们还要常常应付各种各样的突袭，很多队员都受不了。但是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不要被命运击败，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的一刻，我要成为精英中的精英。在这个荒凉寂寞的小岛上，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还能想你。追宇航啊？是吗？他不是跟燕爵在一起吗？
人家朱宇航是大律师 Steven Chu 的女儿，人又漂亮，追到她不是人财两得吗？去跳舞啊，去吃夜宵啊，好不好？宇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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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我。宇航啊，我买了戏票了。我都跟你说我没空了，你不要再找我好不好？Come on, 宇航，给我个机会吧。No。啊啊！对不起。没事。是你。我就是那个被告李克纯。为什么用这名字？你就只有这些东西？嘿，这叫我怎么睡在这？他昨天晚上不知道跑到哪里去。今天整天打瞌睡，好像一只大懒猪。别理他，去看你房间。看，还可以吗？哇，这房间好舒服啊！这书桌是新买的吧？不是，是一个朋友不要，我就叫他送过来。哦。那桌灯也是你朋友不要的。你朋友很奇怪，专门丢掉新的东西。秀文，谢谢你。不用，我只是觉得你现在最需要的应该是书桌吧。谢谢你。我也觉得这里的灯光不够亮，所以谢谢你。那我不妨碍你了。谢谢你。你不要拘束，想吃什么用什么自己拿吧。好。你整理房间吧。嗯。喂，起来了。嗯。起来了，大懒虫。天亮了。什么天亮了？你看现在几点了？昨晚到底跑去哪里了？去做贼啊？作案嘛，不就赚钱了？我有一个朋友啊，开酒廊，叫我去帮忙，一个晚上给我200块。是啊，可真有本事哦。小儿科啦。嗯。喂，我出去一下，你帮我看着爷爷，别让他往外跑啊。嗯。知道了吗？喂。嗯。对了，柯纯已经搬进来了。知道了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我是来收钱的，谢谢。没事嘛，哎，哇，哎呀，你看看呐、啊，多阴险啊！看穿他，看穿他真面目啊！我不知道你们在玩什么，今天晚上就下来吃晚餐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不用客气，反正只是多煮一个人的份罢了。嗯，你这个人呢、啊，真阴险哦！口里说不要吃啊，心里不知道多想吃啊！快去煮吧，煮熟了吃最多，一定吃的。嗯。哎呀，来来来，补一补。哎，谢谢。哇，你好像把这里当成是你的家了。迟早的问题嘛，啊。秀文肯定嫁给你了。不嫁给我，嫁给谁呀、啊？你不要阴沟里翻船啊！像秀文这么好的女孩子，应该很多人追求吧？所以啊，我叫你搬过来住，帮我看一看有什么风吹草动呢，你就立刻通知我，我就采取行动。什么行动？哇，打了！
一整天喊打喊杀的女孩子会不喜欢的。什么不喜欢啊？叫男人气概，女孩子这样啊才会有安全感啊。有时候要温柔一点才行啊。嚯，你连女孩子都没有追过，别扮得像个专家啊。来，你大学那边女孩子漂亮吗？啊，有好的货色一定要追啊！什么都可以让，追女孩子是不用让的嘛。为什么用这名字？文俊，我叫什么名字？你有毛病啊？不叫李克春吗？嗯，这名字有问题吗？你脑筋有毛病啊？为什么他会那么说呢？喂 ，Hello， 妈咪，你在哪里啊？你是不是很忙？我在见一个客户。妈咪，今天我下厨煮意大利面，你和 Daddy 会来捧场吗？我一定会来吃。那你就快点回来 ，OK？ 好的，那晚上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女儿打来的。嗯。听你的口气就知道了，你对我也没有那么温柔。我要走了。什么时候约宇航一起吃饭？你想都别想啊！想不到 Tom 喜欢老女人，也许我应该考虑买几匹老马给他训练训练。老高，你说金钱重要还是女人重要？老板，我不知道。哼，当然是金钱了。有了金钱，要多少女人都行。那个男人能为我带来许多金钱，那个女人我早就不把她放在心上，他们爱怎么搞就让他们去搞吧。我帮你吧。谢谢你 Mr. Chu。 找资料。哎，下个星期上庭，想准备充足一点。你的第几案子？哎，我记得 Mr. Chu 您在我第一天上班时说过，上庭的第一起案子非常重要，千万不能输，要不然人家会对你失去了信心。没错，要当律师就要当名红的律师，所以这里绝对不会留下第一起官司就打输的律师。现实是很残酷的，不过我对你有信心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
喂，跟我说行啊，老板大头情。我不是叫他不要随便找我吗？喂，朱老板没空，他说有重要的事情。喂，我不是叫你不要随便找我的吗？朱老板，我听到消息，有人要杀你。是吗？有个外国集团输到爆场，听说买了杀手要对付你。怎么会惹这么麻烦？朱老板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啦，没有白赚的钱，钱多麻烦就多。你说什么废话？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我当然会想办法解决，不过这次他们好像来真的，要找人出面摆平，恐怕需要两天的时间，所以这一两天你要小心一点。厨房忙着，你不是要告诉我你不能回来吧？当然不是了，我现在就在回家路上。宇航啊，你听着，待会儿你放下电话之后不要出去，留在家里。如果有人按门铃，先确定对方是谁，如果他是陌生人，不管他说他是谁，你都不要开门。爹地，什么事啊？没什么，记住爹地的话就行了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哦，你应该留在屋里啊。你怎么这么紧张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没事，走，我们进去。假装不再爱他，不该。
人爱喝水的。说我不敢面对面不说真话，过去的模样照样不像样，把承诺践踏。谁说我不敢？新传媒电视第八播道。